迎接农历春节的到来，移民署特别举办了贺新春的活动，而除了发送红包之外呢，也跟人力银行来合作打造这座求职墙，要协助新移民顺利找到工作。第一三代子热力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，为了让新移民感受台湾富有人情味的春节气氛，移民署特别举办跃马奔腾贺新春活动。我们移民署这几年来一直也朝向希望能够尊重多元文化，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据新住民的需要，我们来调整我们的步伐，修改我们的法令。不只要庆祝过年，体验台湾传统习俗，移民署这次也和人力银行合作打造福袋求职墙，提供520项工作职缺，要帮助新移民顺利就业。我们新住民朋友来到这边，大家都希望有一份好的工作，稳定的工作，薪资不少的工作。各位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。16岁，是台播的混血美女。现场也请到波兰籍新移民，同时也是模特儿选拔赛冠军的陈明秀为活动站台，鼓励新移民发挥长才，投入就业市场之外，也呼吁企业主认识新移民专长，提供更多工作机会。记者胡志新、周聪玉采访报道。